现在是离农离行政院的农业署的王胜芳于王前多一位黄理事长，重建市总干事，我们新北市的副市长，那副局长于处长，那水事所陈所长，渔业署的副处长，渔业署的副市长致辞。那我们总董事长啊，那顾问还有董事长。啊，各位议会三长，啊，各位贵宾，啊，各位媒体朋友，大家早。早。谢谢。那个很高兴代表渔业署啊来这边，一点要感谢啊，所以全国议会每年办的这个渔获大街啊，让我们北部的这个活动是全国渔会办的，全国渔会。渔会办的，平时啊，品质优良的。今年是进入了第八年，全国渔会今年进入了第八年办这个宝岛宣仪嘉年华会，在团圆饭上哦，都会准备象征年龄友谊的一条鱼哈。那也许啊，为了供应啊国人这个水产品的需要，我们协调鱼市场、渔会还有渔业团体啊。全力来供应这个国人所需要的水产品。那这些水产品是多样而且品质优良的啊，也许在这边要来推荐啊几个象征啊廉洁的几个鱼种啊，比如说啊代表福寿长久的台湾鲷，时而运转的石斑鱼，事事顺心的石目鱼，事事如意的鲈鱼，事业昌盛的金鲳啊，希望啊，在这个连接啊，在这边可以选购这些我们国人自己生产养殖的的鱼种啊，这些鱼种啊，都是我们业主在推动产销履历，而食品安全的有保证的，而且品质优良，那个价格平稳啊，像平时的水产品啊，在这边啊，祝福各位啊。我们的渔民朋友渔获满载丰收祝贵宾们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谢谢。刚才这个是渔业署的副组长在2017宝岛宣仪嘉年华会的致辞。我们的新北市政府。